扬州八怪是谁？他是一个人？他是八个人？不，他是15个人。就一系列你根本不会看的书籍记载，他们就是清朝第一男子天团 YZ Boys， 担得起一个怪字，自是个性不一，画风清浅。下面就让我们逐一来认识他们吧。陈传，组合中年龄最长的老大哥，十足的清高范儿，从来不以漫画讨生活，善诗文，精鉴藏，小品花卉，用笔极简，浮浮清雅。纵使无心官场，不做推广，凭着多才多艺，不出御景山房，也能广交文人雅士，坐拥黄金朋友圈。华岩，当时全国画坛最卓越的全能巨匠，曾经也是个意气少年，离家出走，徒步穷游，在证明自己的路上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下笔兼工代写，花鸟更是一绝，最终凭借高超画技名扬天下，也当真是完美逆袭的代言人。高凤翰，扬州八怪中唯一的北方人，一把傲人须发是他最显著的外貌特征，人称山东美髯公。55岁右臂病残，开启左手创作模式，谁成想意外收获全新艺术风貌，绘画风格左右分明，右手袖剑涣散，左手齐全卓后，当之无愧的最著名后天左撇子。提前揭秘，本次展览中两种风格都有哦。网红四爷高富帅，人人都爱我不爱，围巾居士边寿民也是傲娇的厉害，四爷诚心劝导以游都门刻薄进取，可他偏偏只想过一妻一妾卖画自得的小日子，一套尾间水景房，看清风拂过芦苇，禽鸟水中嬉戏，也是极好的。芦苑、莲藕、大螃蟹，精通营销，极富才情的水产题材专业户，入画题材虽为寻常物，却也能画出满纸情趣。 YZ Boys 首任队长李善，可是做过宫廷画师的人，出自神仙宰相之家，年纪轻轻就考进权力和县，谋得南书房行走美差，只可惜生性叛逆，力争革新，难被主流认可，两进两出宫廷，最终成为浪迹天涯的好色之徒，声色荒淫20年，丹青纵横3000里。哎，收起你猥琐的想法，人家只是艺术创作，洒脱纵放，用色大胆而已。想要问他作品中还有没有宫廷的影子，亲自来看看就知道了。茶清苦，梅清高，茶仙王世慎，命苦的能挤出水来，其他成员或早或晚都有个高峰，他的人生却满是悲催，前半生遭逢大难，背负着一个不愿提起的故事，变成了永远的谜。性格清高，不善经营，卖画为生，自然清贫，稍有好转步入老年，倾其所有才在郊区买了个二手房，无奈造化弄人，身为画家左右眼先后失明，然而世界一同吻我，我要报之以歌。苦命画家汪世镇画风唯美，含蓄隽永，更是化身励志导师，双目失明仍能狂草，一品人品值得点赞。自古文人雅士最忌讳钱财这种粪土，黄慎却是坦荡正大光明地当起了职业画家，都说听人劝吃饱饭，对市场和呼声他都虚心接受，初到扬州便楷书为行书，便工笔为兼工代写，后又变行书为草书，便兼工代写为泼墨大写意，最终得到大众认可，登门求画者络绎不绝。什么？你觉得迎合大众太丢人？摸着良心说，这可不是谁想迎合就能迎合的，没有天才般的学习能力，超强的毅力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黄慎更是凭借全面的画技，出众的文学造诣，实现了从画匠到士的阶级突破。说到金庸，如果你想到的是书法，那就片面了，人家可是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砚样样精通，而且思想还前卫，早早的组了个文工团一起去旅游，团内成员个个身怀绝技，旅途中切磋技艺，既增添了乐趣，又能赚得旅资，简直不亦乐乎。除此之外，金庸还是个天才发明家，写晶体楷书、楷隶都是他的杰作，到了晚年更是自创七书，专利认证金庸体。本地人高翔，一生布衣，且穷且珍惜，最爱扬州滩，从未畅游大好河山，山水画却画得意境开阔，清俊秀逸，要问缘由几何，功劳当属一时一有的石涛和尚。
作为石涛死忠粉，面对爱豆的逼视，有情有义的高翔用全部余生去回报。每岁春扫其墓，至死扶绰，这段深厚的情谊至今仍为画师佳话。李冕 YZ Boys 里的神秘人，传世作品极少，典籍记载也不多，所以我们还是尊重他本人的调性，让他继续保持神秘吧。接下来要说的人你一定认识，他是你小学课本里的人物，他是活跃在电视剧里的男子，他是人民的好公仆，百姓的父母官，他就是郑燮，郑板桥。作为扬州八怪中学历最高的成员，郑板桥可谓是诗书画三绝，自创六分半书，以画竹闻名，还总结了一堆美学理论，留下难得糊涂的传世名句。以为我们会邀请你来看竹子吗？不不不，我们偏偏不走寻常路，这次我们请你看的可是世间少有极为罕见的牡丹兰花。南京人养法奉行着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的双重标准，他不卖俗话，以文谋生，一生作诗无数，但为保品质，只留九首勘定成册，其余不满之作全部付之一炬。然而对待儿子却极度宽容，我有一娇子，其才为散目，私心仍偏爱，取之宗嗣序，真是有爹如此，何愁败家子。杨法的炫酷不仅在于对儿子的零期待，更在于他的字，篆书取笔，抖音震荡，草书灵动，独具章法，宛如一串串古老的密码，只等你来解答。李芳英，组合里的颜值担当，官二代一枚，虽然只做过代理之州，却是八怪中最高官职了，三观正，爱人民，除了上司屡被诬告。正所谓画如其人，他笔下的竹菊梅兰皆是风骨，风中之竹最是境界。敏真是个神奇的存在，明明混在北京，却莫名其妙被扬州，一辈子为父母而活，是著名的孝道模范。12岁双亲离世，成了孤苦无依的小可怜，然而随后的人生简直像开了挂一样，势不可挡，随随便便摆个摊也能遇见贵人推荐进京，金銮殿前为班禅作画，龙心大悦，受乾隆赏赐，达官显贵求画心切，甚至使出绑架奇招。然而我们的大孝子敏真却各种无动于衷，一心只想守着父母坟墓度过余生，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，别人穷其一生终不能得，敏真手到擒来全当福缘。从他充满趣味的童戏大胆推测，或许敏真自始至终都是那个12岁的小男孩，童心仍在，不曾长大。罗片，组合中的老小，金农的入室弟子，八怪中唯一的晚辈，辈分虽小，艺术造诣却不输前辈，画技全能，无所不攻，鬼趣图更是有趣，让他誉满京城。按理说有名自然有利，可惜罗片的理财能力实在太差，过度消费难免遭遇各种窘迫，最后病倒京城，没钱回家，只能靠盐商赞助。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扬州八怪的压轴好手。至此，横跨康雍乾成团百余年的 YZ Boys 组合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哪位成员，或者八卦他们作品背后的一文趣事，请到德基美术馆。2018年2月到5月，15位穿越而来的书画怪才，百余件博物馆级传世佳作，与你相约，不见不散。